天，天天饮食将为您带来黄瓜的全新吃法。除了拍个黄瓜、炒个黄瓜，还能用黄瓜做点什么呢？于世清师傅如何用四大重点做出三重口感？美味无比啊，嫩极了！稍后一起学做清爽软糯的黄瓜煎饼。现在这季节正是黄瓜大量上市的时候，咱家里啊，除了拍个黄瓜、炒个黄瓜，还能用黄瓜做点什么呢？我曾经到广东出差啊，看过当地的一个名小吃，一尝呀，味道好极了，叫青瓜烙。咱北方人来形容呢，也就是黄瓜煎饼。今儿咱们一起来学学吧。这用黄瓜、鸡蛋、面粉和虾仁为主料，胡椒粉、水淀粉、盐以及味精为辅料制作的黄瓜煎饼，到底是怎样的一道风味小吃呢？要想同时得到黄瓜的清香爽脆、虾仁的鲜嫩以及软薄却不散烂这三重口感，于世清师傅又会用到哪四个制作要点呢？今儿我们请来了于世清师傅，来，黄瓜交给您，于师傅。好，咱们怎么做呢？拿一个盆儿，这个是叉子。叉子就是咱们平时这个搓出这个丝儿来哈。对，我们先把黄瓜给爆出丝。啊，爆出丝。嗯。哎呦，这特别方便哈。嗯。这样的话，这个黄瓜的汁水也没流走哈。对。这粗活我来。来，这活我来，您。您看着点哈，这个黄瓜擦的水，嗯啊，要连汁儿在黄瓜一块都擦进去，要的是这个黄瓜汁水的这个清香，对，而且味道还好。嗯，要是咱家里没这擦子，切成丝儿也行吧？嗯，切也行，但是的话就没有擦的这个均匀哈。嗯，好，黄瓜弄好了，行，咱把它倒出来哈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您别说，现在的黄瓜呀，真是好。清香扑鼻的，味道很好。好，行，现在这完成了。我们把鸡蛋给加进去。加几个鸡蛋呢？这个两条黄瓜，我们加进三个鸡蛋。加三个就行了。然后给它抽打均匀。抽打均匀。啊，顺着一个方向抽打均匀，让它鸡蛋跟融合在一起。融合在一起。哦，明白了。到这会儿的时候呢，我们呢要给它加进一点水。还要加水啊？这不已经吸稠差不多了吧？对，加水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完全的用鸡蛋吧，这个饼做出来会发挺。啊，加进一些水的，让它软化一下。嗯，于师傅说的这个挺呢，就是煎出这个鸡蛋可能稍有点硬壳那样的感觉，嗯嗯嗯、加点水呢更软塌塌一些、嗯、哈。哎，来多抽打一下，把蛋清打开。抽打成什么形状，什么样就行了。融合了就好了。融合了就好了。好。嗯，好嘞。现在往里加面粉。加面粉。嗯，我们加面粉的时候啊，不要把它一次性全倒进去。那样容易结块儿。对，一来容易结块，二来你掌握不好面粉的用量。我们一点一点来，对，一点一点的，哎、然后赶紧的哈，嗯，给它调到那个面、鸡蛋还有那个黄瓜丝，调出那种糊状的均匀了。糊状，哎呦，糊、哦、状。因为我在家里也做过这种鸡蛋薄饼哈、嗯，这个您说这个步骤很关键，有时候这个小小的一个步骤就导致你这道菜失败了，因为你要轰倒进去半碗面。里面马上就出现，你看，就像这样的小疙瘩哈、哎，然后你再摊出，你在这个摊出来的饼啊，有的那块已经很好，但哎，偶尔吃一口，里面有一口生面，嗯嗯，哎呀，太影响口感了。好，行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好、嗯。行，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。好。这个歇会儿让它。黄瓜煎饼里边吧，然后加一种呢，虾仁儿。虾仁儿。嗯。就是咱在超市买的这种虾仁儿是吧？对、嗯，为了让虾的味道更好。我们呢，现在呢，把它呢给处理一下，嗯，加入少许的盐，加一点盐，嗯，然后加入一些蛋清，蛋清，嗯，刚才那里面已经有鸡蛋了，还要加一点蛋清，对，这个加这蛋清呢，就是加少许，给它姜一下虾仁，也就是上姜，上姜，嗯，这样呢，姜一下的虾仁呢，第一取它的腥味，第二呢，会更饱满，味道更鲜美。哦，明白了，那是不是一会儿虾仁跟这个面糊在一起的时候也好粘在一起？嗯，主要是让这个虾的味道更鲜美，哦、状态更饱满。这个虾处理好搁一边。接下来是不是该平锅上火？好，啊，加上少许的油。加少许的油，好嘞。哎，好。转一转。对，给它稍微转一转。转一转。让油均匀。下面呢，我们把这个饼里边呢给调点味儿。嗯。哎、盐。要是给小朋友和老人做的话哈，盐一定要少。对，这个呀，很多小朋友是非常爱吃的。嗯，你看加入了这个黄瓜之后，又有黄瓜的清香，
我估计小朋友非常喜欢，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。好，我这锅也热了。这个锅呀，基本上呢得烧到差不多有两三成热的样子。不能太热了哈。对，因为太热了，你到里边一下就定住了，容易糊哈。对，一大勺。一大勺。咱们这锅大。好嘞，来进锅了。对，再来一点。再来一点。好，进锅之后得迅速转哈，对，我干过这个，马上这样一转出来之后，哎，就是一个特漂亮的圆形。现在呢，我们趁着它这个刚刚那个还没有定的时候，把虾仁均匀的码放里边。哦，这么搁的，不是直接拌到这个糊里的哈。对，再稍微煎煎，让它整个表面定住了。煎那个青瓜烙啊，还有什么糊塌子呀、泡菜饼啊，反正这种软煎饼啊，一定要掌握好呢，它这个火的温度。火的温度不能太热，太热了这边糊了那边没熟呢。现在基本上呢就可以翻了，因为它定住了。好，翻这个，我很担心啊，这个虾仁会不会掉？不会，它基本上这面已经都粘上了。都粘上了。好，我看看啊，怎么翻？你怎么翻？坏，嘿，真没事儿。嘿，您看这边一看，已经让你很有食欲了哈。最好玩，大伙儿看啊，你看一翻过来，它迅速膨胀长大了。对，因为里边有鸡蛋嘛。对，现在已经很有食欲了。你看，尤其哟，真好看。哎，尤其是那个，它加入鸡蛋是黄黄的，再有那个绿色的那个黄瓜绿色，虾仁变红了，你看，多有食欲啊！现在呢，这个黄瓜煎饼我们就熟了，出锅了，一张。好。您看我们做好的这个青瓜饼多漂亮啊，还要把它切一切方便吃哈。切成芽。切开，哎呀，打成米字状。打成米字状。夹的时候很好哈，很好夹。我们给它再摆在这个盘子里边。呵，你看于师傅多细心啊哈，摆的也很漂亮。你看这么一摆完之后，有点像艺术品了哈。剩下这芽就给你吧。好，这可以让我品尝了，来。美味无比啊，嫩极了，口感也很好。您看黄瓜还能咬出那种脆脆的感觉，哎，这就是我们的青瓜饼，您学会了吗？怎么样，黄瓜的这种新吃法是不是很特别呢？制作这道清香软糯的黄瓜煎饼，首先要把黄瓜擦成丝，按2:3的比例加入鸡蛋打匀，加入适当的水和面粉调成稀糊状，面饼入锅煎制的同时放入上浆后的虾仁，将面饼煎至表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您买菜的时候只需要买回黄瓜、鸡蛋、虾仁和面粉，就可以马上体验黄瓜的这种新吃法了，赶紧来尝试一下吧。